Angelababy 在新一期的奔跑吧中真是让我们开了眼界。这次节目 Baby 罕见的扮丑，典型的很有年代感的农妇造型，肩带呢淡黄色夹袄，伴随有印花的点缀，内搭绿色的麻花毛衣，虽然看起来土气弥漫，但是那份安静与舒适还挺让人喜欢的。灰色的裤子搭配一双黑棕色的布鞋，塑造出一种朴实勤劳的农妇形象。明黄色的围巾可谓是点睛之笔，把年代感、复古气息还有农妇的慵懒随性展现得淋漓极致。不得不说 Baby 的演技确实有进步。值得注意的是 Baby 这次扮演的还是一位孕妇，这一身土味的打扮配上孕肚造型，模仿的简直太像了。 Angelababy 罕见扮农妇，挺孕肚穿布鞋很乡土，衣品好就是任性，鲜有女明星能够如此玩得开。 Baby 这次真的是有颜任性啊，这次是妥妥的最美村姑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